处理吼，安怎保养啊？拍石仔的时阵，迄是个年纪差一岁吼。啊，年纪啊吼，咱有讲，简单来讲是种体质吼，平常时保养爱做好吼，无一定会复发。保养简单来讲就是加啉水吼，物件莫食伤咸，爱加运动的吼。啊，若是年纪啊生出来无紧，啊，咱有方法会使过来家会使处理吼。啊，即摆真诶。这一次的新的机器吼，甲旧的迄种防潮啊，旧的防潮啊较疼吼，啊需要麻醉才会使做。即个新的机器较袂疼吼，所以毋免专心麻醉就会使做啦吼，毋免紧食吼。啊做的时阵，因为较新的机器吼，会使拍潮啊拍较脆吼，放出来时阵较好放吼，啊而且。若是较大颗吼，石仔伫较深的所在，病人嘛会使做吼。新的机器对病人来讲较安全、较袂痛吼，啊效果又搁较好。来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吼。啊，若是有需要，病人拢会使来泌尿科咨询吼，啊，拢会使来讨论，若有需要帮忙，安尼。啊，大家简单来介绍。愿意将对咱的好朋友，多谢，生日祝福咱大家，谢谢。